这个打者的速度也比较慢，点要强迫取分，这个球啊，本垒没人，本垒没人，因为捕手被调出来之后呢，结果本垒没人，强迫取分，三上跑者呢回到本垒得分，三垒的这个代跑者陈玉仁回到本垒得分，现在双方3-3平手，捕手已经是跑出来了，所以投手接球之后没办法传，本垒没人。对，这个球点得太巧妙，有人的话这个机会不一定抓得到，因为这个球传得出来传不出来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捕手也想要去接了，唯一的方式当然就是黄伟杰 take 到他跑者了，对，这个除非捕手先后在本垒摆会有一些机会，这个手不够长，所以真的没办法。